会成立已经是十年了，最初的时候就希望为香港做些事，令到社会和谐，同埋当时都呼应习主席讲的我哋需要啲新型嘅致富，所以我哋都系朝呢两个目标走。咁以十年咧，已经做咗好多，积累好多经验，期望发挥得更好。而且我哋得到好多人嘅支持，我哋需要呢啲支持嘅。团结香港基金咧，系一个非常之有远见嘅一个基金。佢嘅工作咧，一直咧都系非常之好。就是单单从佢个名团结香港，我已经觉得好有意义。我希望咧，团结基金继续团结所有各界嘅香港人，能够为香港继续努力，将香港咧就更上一层楼。我觉得团结香港基金是一定能够做得到。我觉得团结香港基金咧喺香港嗰个角色是非常之重要。过去呢十年，团结香港基金我哋做咗好多项目啦，我哋做咗好多 research 建议俾政府。任何城市，特別是而家有咁多地緣政治，香港一定要有全球最好的政策。如果有全球最好的政策咧，首先一定要有好好的研究，好好的 research。所以我覺得團結香港基金在呢個方面咧，係可以有好大的作用。